你很 shy 哎，哎呦，我的老公没有看过这场戏，你们不要。你完全播了一些全部我老公没有看过的戏。You don't like my story？ 我很热，现在我没有跟他一起看过。你本身觉得如何？首先，我没有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不好的一种感受，更多的是在看他的表演。我感觉他演出来是舒服的，而且我也是觉得有说服力的，我不会觉得是一个问题。你们之前有没有讨论过拍这个场戏之前？他也没有跟我说他要拍这样的东西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们，因为他也是一个成年人，他不需要问我，哎，我可不可以接受？首先他可不可以接受？因为她是一个女性，然后她又是一个演员，她一定会有她自己的立场跟她自己的标准。那我觉得她不需要去问我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去做这个东西？其实我也对她有100%的信任，她会理解，而且我觉得她会支持我。